主料：肉片100克，菊花头500个。辅料：油、盐、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菊花头洗净，肉切片，热油炒肉片，放入菊花头，翻炒，放点糖，翻炒均匀。等菊花头熟了，翘味出锅。烹饪技巧：刚洗好的菊花头不用放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